前方3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右转安全带接上。那个加速是看四缸的加速快不快。还可以哈。嗯，可以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只要说室内给油，1.0T 的也能跑出就是我的那样的感觉。嗯。像恁驾校现在都是用的啥车呀？就是捷大。捷大。嗯。捷大桑塔纳。对。嗯。那你咋想起来买个克鲁兹？配置高。对，配置高，性价比高。嗯。确实，就是说那个，你像自动挡的7万多块钱。你买不了啥有配置的桑塔纳。对，它这个屏100G 流量，嗯，正常的功能基本上都有，这个流量也是实时通的，它这个导航流量够用一点。你用不完，用不完。你像这个车配置，嗯，不到8万块钱，真皮方向盘，导航、倒车影像、静动影像，真皮座椅，真皮座椅，对，你该有的都有了。你像你买个桑塔纳、捷达，这个价位你能买到啥？只能买到一个表，一个保值。但是你没有享受了。其实好多人都说它这个发动机是那个 L2B 的老发动机嘛。嗯。你像大众的也不就是 E2L 的老发动机嘛？其实都一样，用不坏都可以。是吧？调教的好。对，对了，这个车还是独立悬架。嗯。桑塔纳倍儿炫。往里拐。看住车。往里拐。坐这儿，往这儿走。好，到达服务站。没事哈、啊，这个。你停到前面，停到前面，我把手机拿过来，我给他打单子去。停。那身份证过吧，你在这等着哈。一会儿前面那个车一开走，立马停到里边去啊。走。我去给你打单子去。好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车管所的服务站，提车加上牌，半天搞定。这一台车就是那个1.5L 悦享版的，不带天窗的。里边的配置基本上都给大家说过了，然后这个车没有雾灯，有这个 LED 远近光灯和日间行车灯，铝合金轮毂，整体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打回来了是吧，胆子？打来了。好。那东西你都弄了哈，我都不弄了。好，背心的呢？背心呢？在这儿嘞。对。对。三角支架在后边嘞，因为买车都想省心省钱嘛，所以说我这边就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，提车上牌全部一天搞定。好，停这吧，打开交管1、2、1、2、3，我给你选号。好，你慢走啊。好嘞，好。好了，这位客户的提车加上牌流程全部搞完了，回家直接等牌就行了。现在我再回 4S 店去提一台克鲁泽，本来说明天提的，结果今天他说今天下午过来，所以说现在我再回店，今天算交2台车吧。